何秀蘭議員。是啊，主席，我提呢个休会动议呢真係迫于无奈。因为其实呢有好多问题係未解释清楚。我呢就有听到大家同事嗰个提问。但係里面呢係冇人问到关于整体嘅人口政策。咁我喺上一个会临尾嘅时候提咗出嚟，就係、是、当局点解喺我哋自己本土人口出生率連呢個人口更替率都達唔到嘅時候，竟然會覺得我哋人口會增加到890萬，後來調整到840萬啦，但都不實際嘅。點解佢會要覺得我哋有咁嘅人口增幅？其實呢個整體嘅人口政策，由一開始話有新界東北發展嘅時候，陳茂波局長係完全答唔到我哋，就推去呢個人口政策委員會嗰度。咁但係呢，就政務司司長嗰度呢，亦都冇同我哋有一個好具體嘅探討，點解人口會咁增加？佢哋嘅人口政策就只係話點樣安老，點樣處理新移民，但係對嗰個增幅完全係避開嘅。另外呢，主席，就係、是、要同受影響嘅村民大家去見面商討。我哋知道呢，陳茂波局長就落區做過兩次大龍鳳，但係呢呢啲落區行禮當一個既定程式咁樣去接受居民嘅示威，其實係並不能夠仔細地傾到一個詳細嘅賠償或者係搬遷方案。大家睇返高鐵工程嘅時候，菜園村嘅居民是有機會同運房局副局長係一齊慢慢去傾，結果呢，雖然大家唔滿意都好，都傾到一個搬遷方案出嚟。咁呢啲詳細嘅探討就唔係話落區做大龍鳳係可以得到，就係、是、一定要同村民代表同埋協助佢哋嘅民間團體大家一齊傾。但係呢，我哋知道官員從來就係拒絕呢啲會面，咁你恃住有法定權力話收地就收地，完全都唔理居民佢喺嗰度住，喺嗰度做工生計，你就要收人。呢、這個其實你同土豪劣身去搶地有乜嘢分別呢？所以主席，我哋就覺得官員一定係要及早同村民大家坐低溝通。如果佢唔肯做呢件事，我哋當然係要去撤回啦。但係你而家又話要付諸表決，所以我就唯有用呢個休會，即係完全今日嘅會議停止，去攞多一個禮拜嘅時間，等我哋去協助村民同官員溝通。唔該，主席。